经中美双方商定，习近平主席将于北京时间11月16日上午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此次视频会晤是中美关系的一件大事，也是国际关系的一件大事。中美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根据双方商定，习近平主席将同拜登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未来的战略性问题以及双方共同关心关切的重要问题坦诚深入充分交换意见，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对话合作，有效管控分歧，妥处敏感问题，探讨新时期中美作为世界大国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相处之道，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